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新宿，然后现在我在的是新宿的西口，然后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逛新宿吧。现在是东京时间的晚上7点，大家可以看到新宿的街头就已经有很多下班的行人。然后现在我们在新宿西口，然后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吧。然后在我身后的这边是小田急百货。现在路上的行人非常多，有下班族，也有出来逛街的游客们。在我右手边的这边就是比较有名的小田急百货。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人流量是非常的大。新宿西口这边，车站周边有许多的卖场，像现在右手边的就是比较有名的电器卖场，叫 Bikkokameda。然后这边还有一栋非常大的 Uniqlo 哦。今天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，就是可以看到上面的绿色招牌吗？中文翻译出来应该叫做"回忆之町"吧。然后这边一条道路是比较小，是那种小巷的感觉，然后聚集着很多日本的居酒屋啊之类的，非常有怀旧的感觉。然后接下来让我们就一起去这条叫做"回忆之町"的地方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条小巷的入口之处，然后大家可以在入口的地方看到，其实巷子是非常窄的。然后这个上面的招牌上面有写着每一家店的名称，基本上这些都是日本的一些居酒屋。因为现在还不算是日本的饭点，所以呢，现在这边的人会比较少。如果到了8、9点之后的话，这条街上就会非常的热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这条就是巷弄是非常窄。
但是周边聚集的店铺是很多。这就是刚才用的黑牌，然后非常的短，然后现在我们再往回走。现在我们依旧还是位于的是新宿西口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将会往新宿的南口走。在我左手边的这个方向是条大道，一直往前走的话可以走到位于东京的一站叫做新大久保。
然后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日本比较有名的金王百货。然后现在我们又是回到了刚才新宿的西口，现在我们往南口走。刚才不好意思，画面有些抖动。在从新宿西口往南口走的一路上，其实还是有很多店家还有餐厅之类的。然后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家叫做 My Lord， 也是东京比较有名的一家百货店。我们就已经从新宿的西口走到了新宿的南口。然后这边是南口的出口站，人流量非常的大。我们先带大家去南口的外边看一下。现在可以看到对过有一栋很高的大楼，然后顶端是粉色的，这一栋就是东京的都厅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商业街。然后这边就是新宿的南口。看一下马路对过有一栋建筑叫做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，上面写的是 Basta Shinjuku。 然后这边就是在东京，如果你要坐巴士的话，高速巴士的话，可以在这边乘坐。然后新宿的街头也有很多表演。
们是从南口往东口走的路上。这边我也有很多人群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还是挺多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现在往桥下面去走，后边这现在镜头面对的地方就是新宿的南口，然后我们现在往新宿东口走。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新宿的东口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哈，现在镜头出现的是洞体，就是唐吉诃德，然后也应该是在位于新宿的第二家店，应该是在一年还是两年前才刚开了一家新店。
过个马路。可以看到现在在镜头出现的就是 JR 旅新宿站的东口，如果大家想要搭乘在新宿搭乘 JR 的话，可以从东口走。东口这边也是非常繁华的，就是有非常多的居酒屋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招牌是伊兰拉面，是位于新宿的伊兰拉面，经常会大排长队。现在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栋建筑，就是东京非常有名的伊势丹百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建筑。
现在我们位于的是新宿的东口地区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往新宿的歌舞伎町，非常有名的歌舞伎町去。我们现在是往歌舞伎町去的方向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新宿的话，无论是在哪个出口、哪个方向，人流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大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快接近东京歌舞伎町的方向，其实大家看马路对过的那一片都是属于歌舞伎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马路对过都是属于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往歌舞伎町里面走。看到这边就是歌舞伎町的入口了，然后在我们正对面有一家非常大的叫做 Donki 的店，这也是就叫做唐吉诃德，这也是位于东京的本店。然后因为镜头不能放大，大家可以看到在画面的正中间的上面有一只哥斯拉的头，这个的话也是算是新宿这边的地标建筑，它所在的是东京非常有名的一家电影院。然后我们往前面一个入口走。
现在在大家在这边就能很清楚的看到，我们现在就位于歌舞伎町的入口处，然后现在是红灯时间，我们就在这边等一下红灯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新宿，如果爱看日剧的朋友知道有一部很有名的日剧叫做深夜食堂，一定会对这边不陌生，因为片头曲其中的片头曲的取景就是在这边。现在就往歌舞伎町里面走。歌舞伎町的两旁边就分布着非常多的饮食店，特别多的都是一些烧肉店、居酒屋以及很多的酒吧。这边就非常有东京的感觉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镜头里面的这一栋是非常大的一家游戏厅吗？就是有很多游戏可以在这边玩，然后包括在中国非常有名的海底捞火锅也开在这边。现在镜头当中出现的是位于新宿的一家非常非常有名的夜店，也是去年12月份、11月份左右才刚开的一家全新的夜店，目前在东京非常非常的有名。如果来新宿玩的朋友们晚上想来夜店的话，非常推荐这一家，它叫做 WARP。那因为现在还不是去夜店的时间，所以现在人比较少。
然后走进里面这边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广场，镜头的正前面是一家非常大的 game center， 然后里面有夹娃娃，可以玩保龄球，可以玩飞镖，可以玩桌球，非常大。这边到了晚上会非常的热闹。然后现在镜头里面出现的叫做 Toho Cinema 的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家哥斯拉的，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的电影院，非常的有名。现在镜头中出现的就是刚才那家电影院的入口大门，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大。然后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招牌，上面写着 I love 卡布基酒，就是我爱歌舞伎町。这边一路上的外国游客是非常多。我们现在绕了一圈，已经绕到唐吉诃德这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家店非常的大。然后现在马上是万圣节了，外面的卖的东西都是跟万圣节有关的。
两旁有很多药妆店、咖啡店和饮食店。可以看一下，这边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歌舞伎町的入口。刚才我们走的那一部分就是偏向饮食店居多，然后现在我们走的这一条里面的话，就比较偏向有些红灯区的感觉吧，但是还是安全的。我们一起往里面走。Hey, hello.We are doing a live stream. Yeah, hi. Hey. 这边的外国人就非常的多。大家可以看，其实现在这条街上面也还比较正常，就也是有很多饮食店，但是路边还是有挺多类似拉客的，如果再晚一些的话，拉客的情况应该会比较多，会有很多类似风俗店的感觉。现在往里面走的话，就是类似风俗店会比较多一些。那我们现在右手边的是在新宿非常有名的一家机器人的餐厅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叫做 Robots Restaurant， 里面的好像听说服务员都是机器人。いやずらしたらダメだわな。这一条路上就有非常多的这种无料案内所，就是偏向风俗店的感觉。像这边一区的话，就会比较多有一些类似情侣酒店啊，然后还有牛郎店之类的地方。这边的看板上面的照片也是非常的多，还挺有意思的。
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非常多的看板。然后我们现在往回走。虽然说这边一区的话风俗店会比较多，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正常的饮食店。这本一曲已经算是歌舞伎町的尽头，所以相对来说人比较少。我们随便走一个小巷，然后穿到前面去。然后像在歌舞伎町这个里面啊，包括整个新宿这种小巷弄是非常多的。然后一般这种小巷子里面都分布着各种居酒屋和饮食店。这边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条街啦。非常多的无聊暧昧所，我们现在就已经又绕回出口的地方了，我们几乎就是把歌舞伎町的内部就已经兜了一遍。如果想体验非常有日本感觉或者日式风情的游客们，可以选择来到东京，特别是歌舞伎町这边转一转。好，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次直播的话，就请转发。如果大家之后还想看关于东京其他地区直播的话，就请在视频的下面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次再见。